to that licky licky with my carrot stick. I know that I'm legit. Yeah, yeah, I know that I'm legit. Dab it, dab it, dip it, dip it, pat it, pat it, click it, click it. Dab it, dab it, dip it, dip it, pat it, pat it, click it, click it. Dab it, dab it, dip it, dip it, pat it, pat it, click it, click it. I wanna fist me a girl. How do you? You better work that whole way like a runway. Work that whole way like a runway. Work that whole way like a runway. Like a runway. Beautiful. Work that whole way like a runway. Work that whole way like a runway. Work that whole way like a runway. Like a runway. 最热情的掌声，谢谢呢我们电报女。那除了呢开场演出之外呢，等一下呢在中场休息时间也会有呢跟大家的互动游戏，还有呢小舞蹈要呈现给大家。再次呢谢谢电报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马上呢要为各位介绍呢今天呢来访的台啤永丰云豹篮球队。 首先登场的是球衣背号0号的陈孝荣，接下来呢也请呢所有呢新竹地区的好朋友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郑伟。 接着登场呢是球衣背号7号的卢杰米，马上呢登场呢是很多小朋友都没看过呢这一档节目，台湾第一档的篮球节目，硬是要斗牛，球衣背号10号的朱以松。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球衣背号32号，乡民的最爱 PJ 吴佩嘉。以及呢，球衣背号77号的阿拉萨。 球衣背号82号的刘元彩。 马上呢，为各位介绍台啤永丰云豹篮球队先报人名单。Starting by， 首先登场的是 Number 41球衣背号41号的威廉斯。以及呢，球衣背号27号的黄晨。 接着登场呢是球衣背号5号高景伟，以及呢球衣背号12号，在今年的杭州亚运夺得第一面3对3金牌的人称金牌宽的林信宽。 最后呢，也请了现场的朋友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球衣背号15号 NBA 的球星，欢迎 Cousins。台啤永丰云豹篮球队球员发展总监刘家发，代理总教练周俊山，助理教练查尔斯。 助理教练刘文和，防护组的组长欢迎陈威志，以及呢体能教练陈子毅，领队丁彦哲。接着呢为大家介绍是我们 MVP 情人当中饰演段成峰的营运长严行书。现场的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吗 ？We are 新竹 ，We are Lionier。 掌他已经呢手电筒准备好，也请呢现场的朋友呢将您的目光锁定大荧幕，请看影片。要为大家介绍呢，是我们新组预定工程师球员登录名单。首先登场的是球衣号0号，工程师的后场 Keyman 这一位张杰伟。球衣号1号降临封城，准备迎风高飞的副队长阿飞施延中。球衣号2号攻击范围超广的阿广江广切。以及呢，球衣号5号拥有冰块腹肌的男人。 宋宇轩，球衣号6号 NBA 等级的得分机器，欢迎克拉。不讲理的射手，球衣号8号小烈。 朱云豪，球衣号9号洋将的好朋友小田田好，接着登场的是球衣号17号远投进阶要撕裂防线的微笑战士。 刘光尚，球衣号20号中华队的禁区悍将，欢迎周伯勋。球衣号23号坚持到底的人生不死鸟吕其明。 42号带来强大火力支援的3分球王卢冠轩，球衣号55号禁区的守护者火力 boy 霍力飞，马上呢为各位介绍呢新竹预定工程师先发5人名单。 首先登场的是球衣号7号中距离的刺客小黑曾国宇，球衣号12号持续进化的李佳蕊。的球衣背号21号的弟弟。接着登场的是球衣背号11号工程师的战神防守悍将，欢迎萧瑟毅。 后呢，为各位介绍球衣背号24号 Family 艾夫伯。新竹预警工程师总教练林冠伦，顾问陈世忠，助理教练沈星汉，米兰密特罗维奇陈泽宇，训练员黄胜富，训练员王德勇。 影片分析师郭衍恩、防护员黄建元、欧伯宏、总经理张树仁，领队大家呢最喜欢的 Lisa 姐。那也请呢我们场上的球员，我们请呢我们新竹预警工程师的球员先暂时留在场上。那今天呢，在开赛之前，那也是呢 ，Artino 呢最后一次来到呢新竹县体育馆。那所以呢，我们要很感谢他这几年来为中华队以及呢为呢我们球队所有的付出。所以也请呢现场的朋友将您的目光锁定大荧幕，请看影片。这是进击的坦克，黄金左手 ，Artino。 Artino， 哇，这个距离也是很远。萨皮今天真的被 Artino 吃死了。Thank you. Nice. 你要说什么？Artino 又来了，再抓篮板，今天真的是抓爆对方的禁区啊！第12个进攻篮板 ，Artino 换手一球切入到禁区，拉杆进！哇，这段时间完全看他的个人秀啊 ！Artino 拿到直接攻击篮筐了，拉杆有 ！Artino 得到42分，哇哦！场是面对到明天的5点，Artino 双手补扣得分。 Artino 新台湾人帮你解决问题。Julian Boy Artino 来到禁区的单手背扣，停在3分线外，大家对他期待很高。Artino，N1， 虽然看起来只有一只眼睛能够展开他的视线。现场的朋友以及呢所有球员，我们把呢这几年来 Artino 呢为中华队以及呢为我们新竹在地的奉献，再一次给 Artino 最热血的掌声鼓励一下。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呢小朋友呢要代表呢球迷朋友要帮他呢要献上一束花，感谢呢 Artino 在过去这几年来当中给予我们的奉献。 好，先给呢媒体朋友呢进行一个合影。Take a picture。好，谢谢龙龙。那我们接下来呢，是不是也请呢 Artino 跟呢现场的朋友呢讲几句话？I just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the support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t's been a pleasure playing for you guys, and I hope that you guys keep continuing to support the team. These guys are all my brothers, and I'll be rooting them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and beyond that. So once again, thank you all so much. 谢谢大家过去几年的支持，也希望在他离队之后可以继续支持工程师的球员跟工程师这支球队。谢谢。 好，那我们所有人呢，跟呢 Artino 进行一个合影，好吗？那我们球队的每一位，这些年来真的很感谢呢我们 Artino， 不管呢是在中华队，或者是呢在我们新竹工程师，那对于呢这个球队的奉献，那有请呢。 来，再请Artino呢，再比出一个狮爪，好不好？那请呢，现场的朋友再一次用最热情的掌声，谢谢我有Artino。那我们的表演赛呢，交流赛开始之前，我们是不是呢也先呢邀请到呢我们竹北市的大家长，好，帮他们比完狮爪之后，我们再邀请呢这个嘉宾。那今天呢，除了我们新竹县政府呢，我们教育局局长我们杨局长，还有呢我们林维洲委员也特别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在活动开始之前，是不是呢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竹北市的市长，欢迎郑朝芳市长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两队的球员啊，以及我们的高虹安市长、林维洲委员，还有我们的杨局长，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大家晚安。我想今天呢，我们要谢谢工程师把竹北变得非常的国际。那不只是我们有NBA 的球员，大家来看我们的Cousins 之外，这个跨联盟的这个组成哦，可以说是大师风云赛的最高潮。那我们也谢谢Artino。 不只是为我们工程师，也为中华队带来的荣耀。那他已经是我们台湾人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给Artino一个掌声，好不好？好，欢迎所有喜欢篮球的球迷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到竹北体育馆。今天在竹北体育馆，星期二的夜晚呢，要进行一场蛮特别的比赛，就是由新竹玉鼎工程师来主办的大师风云赛，打的是跨联盟的交流赛。 跟 T1 目前在战绩领先的台啤、永丰、云豹来进行一场在星期二晚间的友谊赛。那当然，所有的球迷朋友呢，我想，今天来到竹北体育馆呢，有很多人呢是希望能够来看一下表弟，也就是 DeMarcus Cousins 他的风采，因为表弟呢来到了台湾之后呢，效力台啤、永丰、云豹4场比赛。那事实上呢，球队现在的状况也相当的不错，在 T1 是保持领先的。而表弟明天就要离开台湾了，所以这将会是他离台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今天也非常的开心，为大家。 大家继续到跟我一样从高雄风尘仆仆回来的王信凯、阿信来担任球评。奎哥，大家晚安。好，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不只是第一次这个跨联盟的在例行赛中间的这个友谊赛啊，而且呢很少见的，就是通常在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例行赛当中，你很少。 有机会看到跨联盟的比赛在这个球季当中来进行。当然，今天的促成呢，是因为Cousins即将离开台湾，要回去美国啊。那我想在季中的交流赛，这在联盟当中是比较少见的。那无论如何，今天也可以让平常有一些机会可以表现的比较板凳后面的球员，或许可以多打一些啊。那其实也包含今天赛前也有像Artino，其实也是今天也算是离开新竹的最后一场主场的一个赛事。没错。 Artino，这个在今天的比赛之前呢，稍早，玉鼎工程师也发出了thank you 这个感谢 Artino 的这个讯息。那对于这位呢，曾经应该现在还是啦，就是规划我们中华男篮的洋将来说，对，当然现在面临一个无球可打的状况。那 Cousins 明天离台，事实上 Artino 呢，在2月5号呢，也暂时会回到美国去。对，其实 Artino 在台湾的身份当然比较特别的原因。 是目前他台湾是可以双重国籍的，其实条款来说，这件事情对Artino就比较不利了，因为他还是以洋将的身份在台湾的联赛打球。那无论如何，现在洋将的规格是越来越好了，这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某一部分在球场上面的负担跟另外一个竞争性的。没错，今天赛前呢，Artino也拿起了麦克风，特别谢谢工程师球团，还有更重要的是球迷在这段时间对他的支持。现在我们看到两边的球员呢在做最后的热身。当然今天呢双方有几位主力球员是没有办法上场的，在工程师这边呢高国豪今天是不会打。那台啤这边呢，包括了先发球员蒋玉安，还有他们球队得分能力最强的克罗马啊，一场比赛可以得到26.1分。他因为受伤的关系，事实上呢上周就已经在 T1 的例行赛是没有上场了。那另外，李奇伟的部分呢，也是因为伤势的关系了，今天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台啤永丰云豹来说，那当然，这几位球员因为都是先发等级的，所以，战力上呢是有一些落差的，有一些损伤。 对，确实，今天我们也是比较少见到 T1 的一个球队的出赛。然后无论如何，在目前排名 T1 联盟的龙头的云豹队，他们也有很多本土球员，包含到信宽以及景伟，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没错，哎，这个点名到的这两位呢，刚刚好也是入选到接下来2月份呢要进行的亚洲杯资格赛的中华队的大名单。是，所以我相信这些年轻的好手呢，应该蛮受到瞩目的，蛮受到瞩目。尤其是林信宽又拿下了这个杭州亚运3对3的金牌。哇，现在信宽的身价。 很少人已经在大学毕业就拿到亚运金牌这个规格了。没错，所以我想今天这场比赛呢，在规则上面是采取 Plus League 的规则啊，那两个联盟的规则有稍稍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譬如说这个球员的短暂停，那在 Plus League 呢只能够在第4节的最后2分钟，那在 T1 这边呢，第3跟第4节都可以来喊这个短暂停。是。 那今天云豹队的教练团这边呢，也据这个营运长严行书跟我说，今天也会来测试他们的助理教练，来自加拿大 Charles， 来担任这场比赛的临场的调度。对，我想今天两队对于赛前看起来是都还蛮轻松的因为其实这个礼拜来说，对工程师应该是礼拜天的赛事，所以这场比赛有点像在。 这个周末，这个上个周末的赛事完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状况。那对云豹来说呢，哇，这个时间更久了，因为 T1 呢在这周结束之后呢，就要提前过年。对，所以他们的下一场比赛呢是2月18号。那2月18号打完之后呢，又要配合这个亚洲杯资格赛，所以又要休息一段时间。所以等于说，接下1个月他们可能只有1场的例行赛要打而已啊。所以也借由这个大师风云赛呢，来让球员有更多对抗的机会。 叶俊宏、陈宏明以及陈兆一是今天的3位执法裁判啊，3个裁判都是 Plus League 的联盟的裁判。是。那我们看到今天 Cousins、林信宽、高景伟、威廉斯以及黄胜是云豹的先发5人，在工程师这边是弟弟搭配肖顺义、李佳瑞、艾福博以及曾博玉。那艾福博当然。 过去呢也是云豹的一员，而且也是联盟的得分王。对，弟弟也其实，在上个赛季也是在于云豹队啊。其实上个赛季2名跟魔兽后半段的搭配，其实还是看得出他们个人能力的优异的状况。是，所以今天球场上有很多彼此非常熟悉的面孔，而且有好多位球员呢，过去在台啤的时期呢，现在在各自的球队，但是过去在台啤的时期也都是队友。对，我想今天。 包含到工程师啊，应该今天登录的人是非常多。我们这名单看下去有20个人，但到底有几个人会上来打就不知道。对，好，工程师穿着的是紫色的球衣，是他们的注册商标的颜色。曾博宇中距离出手差一点。 到底线，林信宽单手抛向篮筐，弹一下进。哇，其实信宽加入到云豹队，其实让他有一个很好发挥的空间。特别是他从大学的15号球员，包含到打到亚运的3对3，他也增加了很多切入的进攻技巧。好，嘉瑞今天这个先发第1次的出球就把握住了。我希望今天嘉瑞可以拿出更多的进攻武器哦。对，而且也希望可以提升他一些在赛季当中的信心。 没错，李佳瑞一场比赛3.7分，这是他在工程师联盟当中的表现。哇，这个出手有点离谱了一点。对，黄振过去也是中华队的射手之一啊，只能说可能这个对这个球还不太习惯。好看工程师的进攻，小黑再转移，时间还有。小烈送到艾夫伯的手上，外线短了。Cousins 离开 NBA 之后，这是他第一个海外的战场。对。那接下来他有一些私人的行程，包括要去香港。 4月份要参加婚礼，这都是既定的行程，所以云豹现在在跟他谈啊，也许还有机会回来的时间点，搞不好就要到季后赛了。对，对云豹来说，目前是联盟第一啊，所以还是有一些时间。那这也要考验着舒哥的谈判的能力哦。哇哦，林信宽一开始感觉很好哦，我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一个球员啊，打球非常成熟，对，相当勇于出手，目前已经独得了5分。 艾福伯绕过掩护之后，在表弟面前干拔2分。一个简单的 pick and roll， 看到表弟只是沉退的啊，其实这也是艾福伯习惯的一个进攻模式了。啊，上个周末呢，因为遭到禁赛的关系，做客高雄，艾福伯并没有机会上场，所以工程师又输掉那场对钢铁人的比赛，使得他们最近6场比赛只拿下了1胜。 不过目前工程师守的一个区域防守，哦，看起来还是收到不错的成效啊。Cousins 加入云豹的4场比赛，有3场得分都在20以上。高景伟中距出手没进，这是工程师的反击机会。没有人看守的外线来一个嘛，脚会差一点。 节奏打得很快啊，双方的肢体接触并不多。对，感觉还是在对云豹来说，应该还在适应这个场地当中哦。好，这个球被抄掉，再拨一下艾夫伯，手相当的。哦，反而艾夫伯今天看起来场上最认真、进攻火力最旺的这名球员，非常活跃。 艾福伯的暴扣呢，使得工程师取得领先了。他们持续守着区域，有点2-1-2的区域。Cousins 尝试第2次的外线，还是偏。感觉工程师这个区域防守也是迫使让 Cousins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他也不会有太多身体的对抗，所以他也在外线出手居多。是。哇哦！第一个哨音出现了，抓的是曾博玉。 我们看到这一球，哇，这球其实也是小黑前面的一个抄球，让艾夫伯顺利的完成这个扣篮。没错。好 ，Cousins 连续2次的外线没投进之后，现在分球给高景伟，再到底线，感觉这些都还是做区域防守之外的一些。 外围的投篮吧。哇，这边威廉斯没投进之后呢，工程师速度来得相当快啊。弟弟在篮下取分。秦伟的外线没进，王正抓到进攻篮板，再交给 Cousins， 分到边路，高景伟的内线3分球。 哇，过多的一些还是做区域的防守之外，如果不进这种 long rebound， 还是给工程师给把握，给云豹队给把握住哦。高景伟今年在 T1 1场比赛可以得到14.1分，而且4.9个助攻呢，是联盟排名第5位，非常的全面，也是备受期待的年轻好手。艾福伯单脚起跳出手没进。那今年云豹队来说，蒋玉安跟高景伟其实，我们先看出来。 What a showtime！ 这2个上季云豹的队友啊，还是这种熟悉的传球是最对位的、啊。哦，真香！威廉给景伟做一个掩护，地板球被破坏掉。肖顺义超截之后直接挑上篮筐。在肖顺义得分之后呢，工程师看起来啊。 在禁区里面的得分是蛮顺畅的哦，连续的禁区得分，12比8暂时领先，这是第一节的中段。好，那欢迎呢，好久不见的佩佩。来音乐，再来一个。公民老师旁边的跟佩佩一起。好，大师风云赛，这是做客的云豹跟工程师之间的对决。在球季的过程当中，我想球迷啊，在这2年多的时间呢，一直在讨论的就是，哎，到底哪一个联盟比较强？对，哪一个联盟防守的强度比较够？然后呢，这2个联盟到底会不会合并？这些话题呢，其实。 这几年都没有中断过。没错，其实这个球迷一直关心的话题，这个也是每个人都想看到的一个状况啊。那无论如何，今天的一个季中的一个交流赛啊，当然是因为Cousins的才有办法去促成这场赛事。那也要感谢今天工程师在竹北的球场，今天主场的营运下去，其实还蛮多观众到现场看球的。 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据说现场的售票也超过了5000张了，是球迷非常捧场啊，包括了竹北市长郑朝芳啊、新竹市长高虹安啊，今年都是座上宾。好，王正调整一下这个外线，找到感觉了。对，确实感觉在这个暂停过后，云豹队友针对区域防守做了一个 pick and roll， 找到45度的一个射手的机会。啊，云豹目前的 field goal 当中啊，4个 field goal 有3个是3分外线，所以也考验着工程师是不是要继续守区域。因为其实你看到云豹队加上黄正跟信光，其实他们在2、3号位的射手位置都比工程师还要高哦。身材不输哦，艾弗伯拨了一下，林信冠再把球送出来，又是黄正弧顶位置，篮板球 Cousins 自己的右手拨给左手，左手再挑给右手。哎呦，小心呐，观众！哦，Cousins认为呢，对方有拨到球。场边那位观众相当的幸运，接到Cousins的助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到球之后看看有没有让小春有拨到。哎，哦，感觉好像有变到一点轨迹。对，不过这颗球。 我一定接不到了，因为应该有时速大概120公里。我感觉好像是打棒球 ，Cousins， 哇，那个背力很惊人。对。啊，不过现在云豹队换上了他们的另外名将霍利飞上来了。啊哈。工程师改判，工程师换霍利飞，还有克拉。对。哦，刚刚那个球还是改判。哦。 然后卢杰敏也上场，他们其实一口气换了好几位球员。田浩一上场就抓到了防守篮板，也好几场没有看到田浩的上场哦。对，今天工程师应该会有更多哦这个板凳球员啊上来贡献的机会，也让教练团知道一下他们的能耐。克拉面对高景伟3分线的出手是不会受到干扰，不过也没投进。陈孝荣抓到篮板之后头被打了一下。陈孝荣今年也是因为蒋玉安的加入啊，也稍微挤压到他一些出赛的时间了。那高景伟的上场时间有32分钟，所以主要还是玉安跟景伟作为球队的控卫。高景伟的自律性也相当强，这球给的精彩呀，可惜，哇哦，裁判没给犯规。对。 看一看是不是有拨到手的一个没有吹判哦，啊，不然其实这个球切入高景伟传得非常漂亮。看一下这个球吸引到霍利菲，哇，有点脱手，对，看起来有点溜去啊。好，塞禁区，霍利菲一个转身的勾射没进，威廉斯篮板。 12比11，工程师只领先1分。虽然身体接触不多，但是球场上的竞争性还是强的。Cousins 表弟，对，在这个位置虽然说前几次出手没进，他还是去做一个3分线出手啊。在台湾的4场比赛，他的3分球命中依旧3成6。真的是一位 NBA 等级的球员。对，我们看到这球。 哇，其实他今天一直都是在外围做投射啊，那也在寻找他一些出手的一个感觉。好，禁区，哦，这个后门开得相当漂亮。哦，幸好没有注意到云豪开了一个后门。双方形成14平。威廉。这是一个高伟的牛角战术，高景伟打呀，差一点，有点太过轻松。对，对方的快攻机会，距离有，冠军，这2分，抱歉，3分轻松的拿到。 Cousins 球给林信宽，林信宽这个球运在对方的怀里了。田浩打高景伟后面克拉头球，克拉。不过高景伟来的相当快，直接给表弟要暴扣，被毁掉，插板的是高景伟。哇，霍立飞这个球也是算勇猛的，表弟进来还是赶上够做主打，一个巴掌打在球上。 不过两边节奏目前打得非常快啊，没错。好，大家希望霍立飞能够打一下 Cousins， 还没转身球就被扒掉，感觉 Cousins 好像没什么动啊，但是他的下手非常准。我看下这球，景伟传给他之后，哇，原本是要隔扣的啊，直接被霍立飞。哇，看到这球会不会让 Cousins 稍微觉醒，很想去认真打这场比赛啊？对。 不过他现在是已经被换下来了。好，进攻时间不多喽，剩下4秒钟。哎，这个卢冠轩吊球，哎要小心啊！笑容拉过去，没。哇，其实这个已经是第2次霍立飞在投篮的时候去拉这个篮网跟篮筐。没错，这有一个干扰重篮的嫌疑哈。这个球应该还是要吹判一下啊。 田浩，好一个左侧步的出手短，篮板球，火里面插篮油。田浩今天真的要好好把握住今天这场比赛的出赛时间哦。21比16，工程师领先。好，掩护之后高景伟，再交威廉斯的中距离没有，陈孝龙抓篮板。 郑伟在后面控制球，过去也打过工程师。威廉斯，肌肉的对碰。哇，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并不是一般的交流赛哦，感觉还是有一些火药味的哦。你以为是打 All Star Game 吗？没有啊。克拉 cross over 之后直接拔起。对，这也是克拉习惯的，他每次他上来的第一波进攻，基本上都自己外线去做一个开端哦。 他投进是团队的第2记3分球，24比16。工程师试图拉开双方的差距，高景伟球拨了一下，给威廉斯拿到之后插板没有，也没要到犯规。Daniel Johnson 现在来到场上，不过这场比赛很明显的看得出裁判对于篮下的身体碰撞是放的比，我觉得比 P 联盟正常的例行赛还宽一些哦。 这是球迷乐见的吗？对，我觉得比赛还是要让它回归到有一些碰撞性，这个观赏性上面也会比较好看的。没错，强森这个远距离的投射没有，上来之后并没有太多的出手机会。他的得分呢也是在联盟当中是个位数的 8.2 分。朱云豪通过克拉的掩护出手没进。 笑容这个球运得有点急哦，哇！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赛季会看到工程师会摆出3名后卫啊，其实云豹现在也是3名后卫在场上啊。陈孝荣、高景伟跟郑伟，陈孝荣的外线进攻相当果决啊，找到中距离的一个防守的空档，他拿下2分，24比18。 冠轩的出手短了，还有20几秒结束第一节的比赛。哎呦，阿森这个球转移的很危险啊！第2次传球也有颇惊险的。剩下8秒钟，球再回到高景伟的手上，夹中之后但甩不掉朱云豪，3分外线突然拔起，2个人都是健行科大的。啊，还有6秒的时间是。 好，这边是一个 wide open 的底线机会，威廉斯把握住了。好，这2分投进呢，也结束了第1节的比赛。两队在第一节的节奏打得相当的快，那后段的竞争的感觉是更为激烈。首节打完之后，24比20，工程师主场暂时保持领先。 谢谢呢，宇宙无敌的瑞迪，还有我们城市的英雄只剩安口，谢谢。好，那我们在今天的中场休息时间的时候呢，要邀请了四位球迷朋友，那上来呢跟电报女，还有呢牧师女孩玩游戏。那先问一下，想要跟牧师女孩同一队的两位有没有？好，要穿工程师球衣的。好，你第一个。好，还有没有？ 好，你第二个。好，接着有没有人想要跟电报女同一队的？有没有？好，穿着白色衣服的那位，你也常去韩国哈、哦。好，那你跟李雅英同一队。好，那这边也有一位呢，是我们云豹的球迷，那你是第二位，好不好？麻烦呢，中场休息前，那请到呢我们场边的集合，准备呢跟呢我们牧师女孩以及呢电报女进行罚球挑战赛。 好，对球迷朋友来说，这个非常新鲜的组合“大师风云赛”，在农历过年之前，也是1月的尾声。Cousins 明天离台之前，今天把他的这个过去在 NBA 征战这么多年的这个技术哦。 在竹北要献给台湾的球迷。在第一节的比赛，卡恩斯感觉还是在多做外围的一些出手哦。Johnson low post 要单打周伯勋，两个人2次的碰撞之后，这个小球给的不错啊，郑伟没把握。刚周伯勋这几波其实守的不错、哦，有顺利的把 Johnson 给卡在禁区之外哦。 艾福伯又重新回到场上，还包括了霍利菲，背着来抛。 哦，背着Cousins，对，Cousins可能也没想到，霍利菲之间这个是跟他来真的、啊，从卡位开始就不断地抢这个位置了。哇哟，强森今天感觉整个传球的状况不是太好，没错。哇，24秒应该不用归零哦。 所以裁判现在要跟记录台重新确认一下时间。啊，这几场表弟来到台湾的比赛呢，都是三哥在代理调度的职务，三哥也是球队的顾问。啊，但是云豹现在也要寻求新的教练的人选，所以这场比赛是由加拿大籍的助理教练 Charles 来执掌兵。进攻时间剩下5秒钟。 哦、这个转身拉得很远哦，火勋真的也没有在怕的哦，其实守得还不错、哦。艾福伯把政委顶出去，艾福伯的插板没有。对，上个赛季两个人还是队友啊。田浩的表情比胡龙茂是好多了，是笑着，然后。 表弟觉得不可思议，这在干嘛呢？微笑田浩。小虾米对抗大金鱼。不过呢，给田浩的勇气，掌声鼓励一下。防守球员沉退一大步 ，Cousins 外线差一点，哎呦，差点被艾夫伯搞了一个乌龙。田浩快速切入，就在表弟面前没有。哦，这个背后一球差点掉。 来到底角，郑伟的出手，哇！天宫玫瑰，刚刚这个拜天宫的假动作啊，顺利的把对方给骗起来了，相当逼真了。郑伟也算是面对老东家，对，啊，所以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让工程师林冠伦教练喊出了暂停。好，被拍到了 Dancing Ken。 来 show time！ 来，旁边的可以呢学一下电报女。来，一起来！当然就是表弟在 NBA 的外号，看到也有他的球迷也拿着看板，来支持表弟。其实 Cousins 在今年加入到云豹队太平云豹之前，其实他在前几年有因为品牌的活动也来过台湾啊。那记得在那时候在金华国中的一个训练营，那时候我也在现场啊。那时候他的训练营的教练就是 Ortiz 教练。 啊，应该是他大学还是高中的教练，我们那时候都戏称 Ortiz 教练是驯兽师啊，因为所有的表弟他只听 Ortiz 的话而已啊。电报女有没有办法电报 Cousins？ 应该是没办法。好，现在工程师的进攻，他们只领先一个三分球。艾胡博，哎，防守球员竟然没上来，哇，哎，进攻篮板。 表弟打手，今天霍利菲其实在卡位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积极哦，而且都抢到不错的一个位置。Cousins这个手下去了，又快又重。罚球线上 ，Holyfield 就是今天双方第一位站上罚球线的球员。虽然激烈，比拼激烈，但是两边的手脚都还蛮干净的，对，没什么犯规麻烦。田浩怎么又配上一个犯规啊？这个在前场还没有开始进攻的时候就已经配上自己的第二次的犯规。所以田浩被换下去休息。中间可能也有一阵子没有上来比赛，还是需要抓一下自己的一些节奏啊。由姜往前来取代他。姜成这个是被对方干扰，花了大概4、5秒才把球传出来，而且感觉有点情绪受到影响哦。好，这个转移，陈孝荣是底角的空档短。 其实包含到吕其明跟蒋广谦在这个赛季上场比较不一定哦，所以今天也是有多一些上场的一些空间哦。应该赛前都做好准备了。其明再给艾福博，需要来攻击了，剩下6秒钟，外线吕其明投短。这个突如其来的包夹。 是犯规收场。对，其实这个陷阱设的不错啊，但是博勋这个下手还是在裁判面前被抓到了。身材是有明显的优势，不过手部动作比较不干净。哇，博勋其实也是上个赛季也是台啤的一个球员哦。对，结果又再犯一规，这一规是犯在哇不能再犯的啊。对，他今天这场比赛要多打一些啊。 而且加上田浩的2犯，这些工程师目前已经很迅速累积4犯了。对。Cousins hand off， 郑伟的外线投射没有，篮板球在陈孝荣手中出界。上半场还有9分钟了，所以工程师必须要控制他们的犯规问题。现在领先对手5分。掩护之后，吕奇敏在中距离跳投没有。Cousins 哇，在3分线外就切进来，是火力飞。哦，这是一个 goaltending。哇，火力杯绝对就算要goaltending也不会让表弟切进去这么好上篮啊！火力杯，飞得真高。哦，今年这颗球应该是火力辉哥啊啦，辉哥来的稍微慢了一点。哇，好，哇，郑威，哦，直接抄到姜广前的球上了得分。其实姜广前。 在这个赛季，我很少看到他打控球。在这时候，你要他去做直球，哇！如果是郑伟这种有经验的，就会在中场这个地方去压迫他了。拥抱追回了不少失分，艾弗莫来一个中距离，赶快止血。艾弗莫目前拿下6分，跟霍利菲是球队得分最高的2位。 Cousins 3分线外突然拔起，但有哨音。哇，周伯勋又赔上自己的犯规了。哇，这个打手要罚3球。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哇，有点手啊，然后这个收的也是相当快啊。这个身体上也有所接触。嗯。所以伯勋。 过去上场时间也不多，今天看起来打得蛮积极的。对，可能今天也是刚好看到有台皮的这些队友在啊，很想表现的。哦、没错，也蛮兴奋的。Cousins 在第一节投进了3分球，那第二节目前拿下3分。他是今天云豹第1位站上罚球线的球员。 这球再罚进的话，2队又再度回到平手了。画面上看到就是加拿大籍的助理教练 Charles， 3罚都中。对，其实发球还是真的稳哦。嗯。星期天我们也看到 NBA 的这个所谓经典的对决了。对。 神仙打架，没错，这个湖人跟勇士打到2OT 才分出胜负。对啊，最后就是 LeBron 跟 Curry 之间的对决。其实，在上礼拜 NBA 发生很多大事啊，对，只是得分方面啊，大家都吃了禁药一样。包括 Doncic 拿73分，对。然后 Booker 哦，好像得分也是很高。好，景伟再度回到球场上，好球，这个球给的相当精彩啊，幸亏没把握。哎。 后面姜广千与后场传球发生失误，这个失误也不太必要哦。哇，高景伟球再给到 Johnson 的动作感觉稍微粗糙了一点。对，其实我观察 Johnson 这名球员，他的下半身的力量好像不是太足够哦。艾夫伯新竹 Kobe， 艾夫伯在上个赛季是桃园 Kobe 啊，这个赛季直接变新竹 Kobe 了。是。 而且工程师最近在 P1 这个 P 联盟的例行赛当中，其实整体的攻击火力比较不足。对，艾夫伯能不能上场是一个关键。哎呦，这个上篮的一个脚步是有点太紧张了吗？旁边是 Cousins 啊。好，底线。朱一中的出手没进，强森抓到远距篮板，再交给表弟3分球短。 霍利菲来了，霍利菲，哎呦，红手逃啊！原本Cousins是想说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你应对硬碰硬了，结果他做了一个欧洲步。这个赛场上，哇，这个Johnson，好险这只是一个表演赛啊，这只是交流赛啊。朱雨中到另外一边的底线还是没投进，篮板球。 艾夫伯3分线外又拔了，哎呦！高景伟的动作也是让对手不容易抓到，对。哎呀，这个出手有点可惜。跑掉球，阿飞，球传得太深了，出界。阿飞可能还想说，不会真的要传过来吧？我旁边的人是两名洋将在守我哎。好，现在工程师又再度大幅的走马换将。 弟弟回来，让霍利菲下去休息，然后小黑曾博玉来到场上，另外还包括了过去比较少看到的球员宋宇轩，在今年几乎例行赛都没有上场。好，区域防守。哦，我发现信宽如果在弱边的一个45度，他这种单边作战的能力非常强哦。 说真的，还是有看得出有一些3对3的影子在。对，而且刚才好像是一个背后传球，相当具有创意。三分线出手是克拉没有，高景伟拉下篮板，给到威廉斯。还有不到5分钟结束上半场。 目前两队只有一个 field goal 的差距，工程师暂时领先。再往前，转移给曾博玉，中距离的出手短。在对于报来说，只是一个球的一个差距哦。好，林信宽，哎呀。 哦，连续2个太平洋队在这个位置就是投到面包，应该要设法把握住了。好，现在云豹这边喊出暂停，进攻时间9.6秒，啊，也是一个画特殊战术的机会哦。 对，三哥还是给他们一些对加拿大籍的教练一些建议，毕竟他还是对对方比较熟悉一些。没错。Shooter is going to be sorry, Bruce. Hey, the rebound, we can go. Hey, they go with man to man, okay? Boogie, you inbound it. Where's, oh, you're here, sorry. Boogie, you inbound. Dev, right here, Mouse, Bruce, okay? Dev, you flash out, Boogie finds you. Mouse, flash out. Bruce, go pin Boogie's guy so that he can curl around, okay? Mouse, you might have that pass, and if not, Dev, once you hit this, screen for Bruce, screen the screener, okay? So Mouse, your first look is Boogie inside, second look is Bruce in the corner. Make sense? All good? Let's go. So 高景伟的英文名字叫 Mouse， 老鼠。如果没听错的话，是。因为对于 T1 的比赛可能比较没那么熟悉了。对，在学生时期，高景伟当然也不需要取什么英文名字。我觉得台湾的球员如果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取一个真的比较好，可以念上口的英文名字啊。哎，我记得周伯勋的英文名叫 Rubio， 啊 ，Rubio 的 Rubio 已经退休了，对，完全跟他的打法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一个英文名字啊。好，讲到 Mouse， 我记得在钢铁人的之前那名球员也叫 Mouse 啊，但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单节7分的是 Cousins， 是。 钢铁人有一个球员叫帽子，我倒没什么印象。本土球员吗？对。也知道球迷朋友赶快给我们一点提示。剩下4秒钟，克拉的出手只碰到篮网，1.8秒。现在黄镇要再度回到场上。那么工程师请求暂停。那这时候呢，我们的护士女孩1.8秒的进攻时间，工程师还喊了一个暂停。那除此之外呢，在刚刚我们也是稍微去让冠教练可以部署一下平常一些比较没有用到的一些战术啊。而且他直接好像把战术板交给了密特罗维奇，想说对方都用助理教练，我也要用助理教练，输人不输阵啊。来自塞尔维亚的 Mitrović， 今年球季也是工程师的助理教练。难得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到冠伦教练心情这么样的轻松。其实，在赛前就看到他其实走过来是笑眯眯的，这跟他平常完全不一样，准备比赛那个严肃的表情不一样的。嗯，非常非常不一样。对。 他跟我跑步的时候蛮和蔼的，但是我每次在球场上看到他，我都不敢跟他讲话。没错。不过这场今天这样季中的交流赛啊，对教练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交流赛，当然也会希望自己的球员平常比较没有找到状态的，可以在这场比赛可以找到一些信心呢、那信凯，如果你是在这两队其中一队的球员，你会有一些所谓的得失心吗？就是会不会因为 担心说球迷在比赛的胜负如果差距很大的话，会拿来做文章，而特别用力打。我倒觉得不会，球迷要看的应该这种比赛是要你真枪实弹、认真的去打，即便你不进，但是你的拼劲还是要拿出来。我们看到宋宇先也上来喽。刚才是高景伟的防守干扰了克拉底线的出手。 上半场有蛮多时间，工程师守的都是区域。表弟球给到低角的李景欢。其实你看到 Cousins 在弧顶拿球的位置，他传到两边底线的这个球速跟准度是非常快的哦。对，视野好之外呢，不拖泥带水，真的是有水准的。目前云豹已经投进了6记长的3分球，左边上篮的是江广千。哇，好球！王震再交出去，林信宽假动作再回给王震，呀！哇，这个球应该没进要打屁股了。 威廉斯也投短了。对，因为反而威廉斯大部分都还是在外围做出手啊。好，底线江往前，没把握。尤其刚刚抢篮板被撞了一下，但他太壮。好球啊！威廉斯目前在 T1 的17.4个篮板，是联盟排名第1位。对，而且他那天抓了33个篮板球。对，他说他每天睡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抓篮板。为篮板而生的男人是。 感觉现在的 Charles Barkley。宋宇轩，哇，久违啊！宋宇轩真的在这个赛季，大部分都是看他在穿便服哈。而且那天到高雄的客场，变成了 Nanny， 对，变成了这个好像是特别帮队友带小婴儿的这个任务。掌声鼓励一下。 变成周伯勋的贴身保姆。对。宋宇轩加罚也进，好球。其实我还是不太理解宋宇轩以他这个年纪篮球最成熟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他身体也没有什么大伤，为什么会在工程师上场时间那么少，甚至几乎没有上场？因为我记得他在高中跟大学都是一个得分能力很强的球员，而且自制的能力也是不错。没错。 身材一直保持得非常的好，然后上场时也常常能够快速的得分，对，所以比较可惜。吃掉球再救回来，给到强森，底线2分。强森这种面框的中距离没有人防守，命中率还是不错的。云豹现在取得2分领先。哇，现在前套上来。 交给后面的弟弟来执行外线，要回领先。其实包含到我们刚赛前讲到 Artino 这个即将回美国这件事情，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观察到威廉斯跟弟弟是否有机会可以成为规划球员的一个状况？哦，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吗？我自己私心希望啊，因为两名球员基本上都是比较不吃球权，然后篮板都抓得不错，或许在亚洲联赛是打起来也会蛮适合的。Uh-huh. 当然也看他们的年纪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意愿。对。不过目前在台湾的规划球员来说，可以允许双重国籍之下，我认为对于规划的球员的意愿会比较对的会比较高。没错，不用放弃自己原本的国籍，这个差距其实蛮大的。还剩20秒钟结束上半场，进攻时间目前12秒，有5秒钟左右的差距。 哦，哎，这个脚步感觉不太清楚。对，高景伟在空中抛向篮筐，最后时间到之前，这2分有没有算？对，我们看一下裁判，可能要看一下回放啊。嗯，裁判先说球进不算。嗯，球进不算，所以威廉斯。 裁判顺势比一下，看一下，最后的回放，如果不算的话，威廉斯上半场是拿下了6分。对。再来看一下，哇，应该是不算哦，的确。好。 啊，确定这2分是不算的，所以上半场打完，目前44比42是由做客的台北永丰云豹暂时取得领先。我们游戏方法很简单，男生在罚球线投前面30秒，然后女生随便投后面30秒，好不好？你跟柔仪组，你跟那个，哎，玫瑰啦，罗斯。 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开始玩游戏了吗？ 你最坏啦，都把你带动的。你这边先拍照，都怪他。好，那我们欢迎呢第一组，我们先欢迎柔一。好，柔一跟你的拍档，男生罚球线前面30秒，女生随便，好不好？来，支持工程师多少年了？4年。4年，还有14年，好不好？来，计时预备 ，1、2 ，ready go。这场大师风云赛由新竹玉鼎工程师面对台啤永丰云豹。上半场打完之后呢，双方只有2分的差距，领先的是做客的云豹。啊，当然我们也看到 Cousins 啊表弟他在上半场的表现呢，目前他半场得到10分，也是两边的第一位得分来到双位数的球员，而且感觉打起来是蛮轻松的。对，虽然说他没有很多在内线的一些强攻啊，不过在外线的投篮命中率还不错情况之下，也分球出去让队友传了很多助攻哦。嗯，那上半场当然很多时候工程师是在守区域。 所以也造就了今天云豹在外线蛮多的出手机会，他们也把握得蛮好的。没错，今天工程师其实在艾福德的正常发挥之下，其实表现不错，但很多年轻人上来感觉还没有特别的进入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工程师还是围绕在他们3位上场洋将的这个得分是主轴，比如说弟弟，还有艾弗摩、霍利菲啊，他们3个人得分加起来呢是7分、7分、8分。对。 那反观你看到桃园云豹这在永丰云豹这边，其实在高景伟以及信宽，其实在上半场有不错的一个发挥哦。没错，所以以本土的年轻球员来说呢，目前看起来云豹的几位球员在这场比赛让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说，看看下半场之下会不会双方对于防守跟进攻有一些部署跟改变。对。 那当然，云豹在整个本土球员的调度上面呢，是比较没有像工程师这么样的频繁啊。工程师因为今天登陆的人多，然后呢上场的球员也这个时间比较零碎一些，所以要期待1、2位本土球员能够有大量的得分，尤其又在高国豪今天没有打的情况下，看起来是好像有一些难度在。对，等于在本土当中就少了一个第一个得分点啊。那虽然说云豹这边。 今天蒋玉安是没有出赛的，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高景伟跟笑容其实在外线的出手都还是蛮有信心的。对，篮板球双方差距3个。那助攻方面呢，云豹的表现是稍微优于了工程师。投篮的次数呢，半场云豹已经来到56次了，所以双方攻防的节奏呢是打得蛮快的。然后加上工程师守区域的关系，所以云豹的3分出手也已经来到了26次。 啊，他们整体的出手次数是相当多。对，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来自于3分线的一些出手啊，因为在区域防守之下，其实工程师还是有稍微放一点，让表弟在3分线的出手跟持球。嗯，那就看看下半场工程师在整个防守的阵型上是不是会做一些调整。我们稍后再回到竹北体育馆。好，刚才在广告的时候，信凯在数说双方上场的球员。 云豹这边上了9个人，对，工程师这边上了16个人。哇，今天这种打法，我以为在打棒球啊！我感觉这个好像是棒球的25人名单。对，所以工程师的调度是比较频繁的。来看看艾夫伯今天在一开始自己的出手跟队友之间的配合。对，其实艾夫伯还是正常发挥啊，整个出手跟情况之下都还算合理啊。不过 今天也受限于大家都需要上场，在这场比赛当中，所以也没有太多这个爆量的一个演出哦。他除了拿下8分之外，也传出了4个助攻。那在对方呢，跟他一样传出4个助攻的云豹球员是高景伟。高景伟今天的穿针引线，确实让整个云豹的球风看起来是打得还蛮流畅的。对，高景伟是今天 台啤云豹里面上场时间最久的一名球员啊，那也包含到今天因为小安也受伤，所以在主控上面也必须依赖他的一个组织的能力哦。对，看起来 Mouse 掌控全局哦，这个滑鼠用的不错。不过真的上半场看起来，景伟虽然说我们这个赛季比较少去播到他的球赛，不过看得出来他在控球跟组织上面是非常有灵性。没错，Cousins 是双方唯一得分来到双位数，拿下 10分的球员，今天外线为主了，然后分球，刚才阿信有讲到，分球的视野非常好，而且传球相当精准。对，这个水准真的是看得出来，这个真的跟一般的洋将是不太一样的哦。嗯，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稍后为大家带来大师风云赛的下半场。 穿绿色衣服，戴帽子。 好，那另外呢，也跟着现场的朋友大家报告一下。那在同样的，我们在今年呢，我们新竹绿鼎工程师有推出了红包奖的一个活动。那每个红包奖呢，这个红包袋当中呢，每一袋呢里面都有赠品，都有礼物。好，双方以2分的差距要进入到下半场。画面上看到的是云豹的专属啦啦队电豹女。不过，在半场更忙的是 Cousins， 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来者不拒。现在还在签名。对，其实也展现出他比较亲切的一面哈。哦。而且刚才在半场时间呢。 我们 Plusly 的战友主播之一的耀中也传了一个讯息告诉我说，钢铁人的 Mouse 呢是孙思尧，对，谢谢耀中。所以今天在云豹这边的 Mouse 表现得相当不错，高景伟。 但暂时没有机会看到2个 Mouse 的对决。对，我看得出来，今天大家还是场上还是有严肃跟轻松的一面哈。是。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今天大师风云赛总共，根据官方的统计呢，是有5466位球迷朋友进场，将近5500位。 现在连张杰伟都在下半场也上来了哈，一上来就来个穿针引线，给到阿飞的底线。张杰伟，哇，再转一个，阿飞还是被发掉，又是张杰伟出来救驾。杰伟今天这么不贪功啊，交给了弟弟。哇，张杰伟上来连续抢2个进攻篮板。不过讲到 外籍生啊，大家今天应该也想要看到排名云豹的阿拉尚，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出登板。还有他上场时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欢迎啊。在今天赛前介绍的时候就有收到一些现场球迷的一些招呼了好，张杰伟该出手喽。这球，黄正。 哇！王总看了一下篮板的上方，他以为出界了，所以接的比较粗心了一点。哇，这就是阿拉萨。不过感觉体型好像比大学来的更壮了一些哦。这是一个身体的接触，林信宽被吹了犯规。艾福博要站上罚球线。 今天2队的分数打得非常的近啊。艾福博在上半场首2节各拿4分，累计8分。艾福博应该也是在这个礼拜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出赛了。对，在上礼拜其实没有出赛的情况之下，可以感觉到工程师。 真的是少了他这个得分的火力，所以打得稍微有点勉强一些哦。分数要追进或拉开的时候，都少了一个艾福博的一个进攻火力。对，而且那场星期6的比赛，偏偏被钢铁人策动快速反击了。钢铁人那场比赛拿了104分。Johnson 再回给高景伟外线的投射，4-3。 What a mouse！高景伟其实，在大学就要展现出他这种3分线很敢投的能力，特别是在今年的4大运当中，这真的是在一战成名了。没错，所以在去年打完，其实很多人讨论他是否有 CBA 的一些可以选秀的一个机会啊。那很可惜，他最后一刻是退出了。那以同样打控卫来看呢，阿信觉得高景伟具有哪一些？就是以目前现阶段台湾年轻后卫。 的条件来说，他们有哪一些特质？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礼拜，其实蛮多球迷在讨论所谓组织型后卫跟进攻型后卫。高景伟很明显，他就是一个进攻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后卫。无论他的身高，虽然说比较矮一些啊，但是他有点像小安的一些进攻的一些感觉哦。那他跟尤艾哲比较起来，你觉得呢？艾哲的进攻火力目前是还没有到啊，像古毛或者高景伟这个水准，但是组织能力确实是没有话说的。 都是系出同一个名门的哈。高景伟，这个球又送到禁区，他今天帮队友创造非常多的机会。对。他传球的视野跟这种巧劲呢，其实跟尤艾哲是蛮类似。对。不过艾哲更多的是他会在切入之后寻找中距离的跳投啊。虽然说他的3分线能力还没有到完全的这么好。但是我认为他到职业之前，他可能也在为今年的 UBA 也要做一些准备了。对，现在连很多本土的四号位都在频频的练三分了。其实现在已经没有所谓传统型后卫的这种打法了，基本上的后卫已经得到进攻的火力了。没错。 刚才我们在上半场提到了 Ricky Rubio， 他刚到 NBA 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没有外线，所以被很多这个 NBA 的球探认为说他的能力不足。对，但是到了后期，他其实外线能力是越来越好。对，包含到他也拿过世锦赛的 MVP 哦。哦，发现 Johnson 的传球，你看得出来跟表弟还是有一些落差、啊。刚才苏哥跟我说，他是属于比较团队型的球员，通常也只能这么说了。哎，这个传球还是有点危险的、啊。还有2秒钟，转身的出手，威廉斯没有，拨2下之后，高景伟拿到，重新来过，还有10秒钟，地板球送进去，威廉斯将弧度拉高，球弹进。哇，威廉斯其实，在看他今年的数据，也不是一个会做三分线出手啊。不过他这个篮板跟进攻工具的意图是相当不错的、哦。艾夫伯在罚球线前后夹接的情况下，勉强出手没进。同样进攻篮板又是张杰伟，哇，他上来之后抓了3个进攻篮板，代步之后的艾夫伯短。 啊，说到篮板球哦，上半场云豹是比对方多了3个篮板。啊，这球艾夫伯救的精彩，给到路远球，艾夫伯 out of nowhere， 阿贝救我啊！这个进攻篮板加2分，非常的精彩啊！所以工程师现在要到了3分领先，云豹喊出暂停。 暂停之后呢，第3节还有8分多钟。哦，今天两边的啦啦队呢，也是让球迷哦，哇，有互相响应的感觉。因为通常在 Plus League， 主场的比赛你是不会有客场的啦啦队在那边表演。我们没想到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啦啦队也有打客场的、哦，啦啦队也打客场。对，哇，这个一票双享受啊。对，刚刚那个画面有带到小胡啊，那肯定今天是来看比赛，不是来看啦啦队的。哎。那我不是很确定，但今天 Dora 没来了，哪有？对不对？这个小胡自己尽量开直播再解释一下啊。高景伟的外线算过而出球，出到了界外。好，现在云豹这边把陈孝荣换上来，让黄正下去休息，又形成了一个双位。嗯。 对，黄正刚刚在几个处理球方面是比较大意一些啊，所以还是要下去休息一下、啊。好，现在林信宽来防守艾夫伯，对林信宽来说也是一个功课，因为艾夫伯相当刁钻啊。真的艾夫伯真的打到不论是哪个联赛哦，看起来就像微波炉一样哦，马上就可以做得分了。的确，他单节很迅速的拿下了6分，这球他没有抄到之后，陈孝荣底角的机会没把握。艾福伯跳在空中，张杰伟，这个回马枪精彩啊！哇，反而张杰伟在下半场上来的一些能量还不错哦。对，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他在场上什么时候会好，什么时候会坏啊。不过今天看起来状况很好啊。 他今天打法，我觉得跟在 Plus 里有一点不一样。对，他之前呢上来就是拼命的投篮的找篮筐，但今天他有很多去协助队友。我觉得是他一开赛做一些像抢篮板之后的一些工作、啊，慢慢也带动自己进攻的一些信心、啊。对，哎呦，这个今天呢感觉特别喜欢找阿飞。这个我刚讲，阿飞都逃不掉了，球砸在他身上。我话都还没讲完，张杰伟给点面子好不好？马上就是一个失误了。 刚才好像打躲避球，砸到拉菲。陈教练连续2次在右边底线的出手没进，威廉斯的进攻篮板。好，再给林信宽外围的空档，弟弟篮板球。张杰伟找到卢冠轩，还是没进。拉菲可以攻了。 啊，陈孝勇在守他有点客气。哎，结尾看你出手了。这个出手我以为是传球啊，因为没有跳起来啊。不过进了就是好球啊。对。好，现在分数拉开到10分喽。威廉斯出手没进，阿飞抓下篮板。现在工程师在场上只有一个高个子的弟弟。 哇！艾福伯抛进2分。我讲到一个老外啊，一个洋将啊，目前看起来阿拉桑要准备上场了。哎呦！上下去队。我球，赶快逃回一点颜面呢，因为分数看起来要被拉开了。艾福伯在3分线外2大步的距离。哇哦！现在轻枪蹲下，艾福伯化身为新竹的五棍阿贝啦。单节11分，包括了这季大号的3分球，为工程师送上遥远祝福，差距也来到了13分。They are playing with far more force and aggression than us. Okay, you gotta act like a winner if you want to win. Shots not going, that's one thing, but here. 5 offensive rebounds. I don't see box out. They have one guy underneath the rim, and he gets it over everybody. We have to get everyone in there. We have to fight. We have to get in transition. Right now, we don't play with pace over there, and then they get back in transition. Sprint, top, it's the basics. Okay? Let's go. Let's get out there. Come on. Win. 好，现在阿拉萨要披挂上阵了。对，他也是我海伊拉的学弟啊，那希望他今天的一个上场可以扛得住这个压力哦。加油啊！我看一下阿贝，看这个3分线一大步的一个出手啊，哦，真的是五棍阿贝啊。 我们前面的表弟也在学阿北的动作。对，这个动作其实是来自于 J.R. Smith 在 NBA 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动作。是 ，J.R. Smith 只要记对方向就好，要不然皇帝会生气啊。对，这个神经刀啊，真的是有时候队友都不知道他要干嘛啊。不过现在重点应该是看阿拉萨啊。啊哈！哦，玻璃杯一个大火锅，阿北把球给抄到。 球给田浩，来回给阿贝，高景伟在防守他，艾福伯吊大脚，再送到禁区。这个球传的有点幅度，有点太慢了。田浩要过，少赢，有犯规。有风云报41号威廉斯场犯规。 田浩罚球2次。好，田浩站上了罚球线。今天的首度得分。田浩在今年的 Plus D 的比赛，因为曾博瑜拉到一个1号位的位置啊，去替补国豪。其实，在很明显看出曾博瑜今年是有用心在让自己更提升，所以也压缩了很多田浩上场的一些时间了。对，小黑看起来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有经验，打得更好。对，这段时间工程师的禁区要打不是那么好打哦。对。 又是一个快攻，用非常快的速度做进攻。哇，高景伟抢到这个球，把艾弗伯的球抄走之后，自己飞身上篮，差一点不进的是陈孝荣。哇，很可惜，工程师没有利用这个反击的快攻去取分啊，反而产生失误。66比53，依旧是有双位数的差距，这是田浩的视野。 哇！现在这2名后卫啊，基本上是塞特克组跟泰鲁格组的一个对决啊。两位天赋极高的后卫，看高景伟如何做出回应。带给威廉斯外线投射有，嗯，哦，威廉斯还是有外线出手的一个能力哦。今天他个人的第1记3分球，单节拿下了7分。 艾弗伯借由 Holyfield 的掩护，外线没有。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在永丰云豹这边是把阿拉尚当做洋将在使用，所以他目前是用他去搭配威廉斯在场上一个双塔一个作用。我们看一下这球，哇，也利用阿拉尚没有回防的一个空档传到这个阿里 U 哦。对。 在高位，艾富伯也帮霍利菲做了一个掩护。林信宽小球，发生失误。这段时间，工程师有蛮多的超节发动的反快攻，与齐名的插板球，中距离得手。哇，在这几波永丰云豹，感觉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进攻机会哦。 似乎有被对方一波流带走的迹象。对，在这一波，在这个阵容当中的进攻重点是比较缺乏一些啊。对，这段阿拉萨上来的时间，感觉好像没有太多的建树。对，而且也没有拿到球，特别在对方打快攻的时候，的回防速度也需要再加油一下。哇！好。 还被弟弟投一个3分啊！这个其实就是目前他打到 T1 联赛被当为洋将使用，他也要做的一个课题啊。的确，现在感觉有点4打5的味道啊！又是一个切入的一个干扰的一个传出界哦。好，所以云豹这边要赶快走马换将，嗯，把郑伟跟强森换上来。不过退场是林信宽跟威廉斯，嗯。 3分线外的高景伟出手偏，霍利菲篮板，双方差距已经来到17分。哦，好，田浩这个球给到朱云豪。 嗯，感觉现在分数领先之后，田浩在打法上面也比较开放一些啊，不像上半场来的憋手憋脚啊。田浩现在要守住高景伟，外线。 还是只能依靠这种外线零星的一些出手啊。对，因为现在禁区里面呢，并没有擅长单打的洋将。真的，哇，真的遇到霍利菲，真的也不是很好守啊。真的。李奇敏再把球送给弟弟。现在云豹的内线比较脆弱一些。嗯。郑伟。 好球！切入禁区，哎，噪音响。阿拉萨确实，阿拉萨在今年加入到职业联赛，看得出来他的体型是变得壮硕很多。但是否会不会影响到他像他大学著名的这种移动能力，我们可以观察看看。现场的需求还蛮大的。对阿拉萨来说也是个考验。对，希望他可以顶过这个压力啊。 今年工程师在季外很多不顺遂，感觉就从阿拉萨开始。第二球罚进。这是我看到工程师球迷最团结的一刻。虽然只有一罚不进，等一下送一者空气清新解郁。还是有16分的差距。哎呦，朱云豪这个传球。 陈教荣已经预判到，但是被扒掉，弟弟盖锅。弟弟的防守放弃啊，都是产生一些失误啊。高景伟第二段加速拉杆的传球，阿拉萨，好球，直接提早放球。可能在这个赛季还是没有太多上场机会，所以目前是慢慢的介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里面第三节已经剩下5秒阶段了，弟弟的3分线出手没进，篮板球高景伟拿到，最后的20秒钟，好，所以教练希望能够打一个设定好的战术。 所有的时间都掌握在高景伟的手上。裁判吹了防守犯规，工程师团犯的第4次，目前还没有进入到加罚状态。不过在这节比赛，Cousins是没有回到场上啊。好，3分线外陈教荣，可惜。 这个外线的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啊，所以第三节，工程师拉开了双方的差距了，73比59，有14分领先。跟着牧师女孩一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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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想要获得赠品的朋友，请起立。来音乐，有站起来的就有。还有哪里？工程师，还有哪边？ 比赛要进入到第4节了，这场跨联盟的大师风云赛，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姑娘的酒窝。笑笑，这梗有点老。哇，不过现在看起来表弟党的笑得蛮开心的啊、哦。在今天下半场，应该我觉得是不会再出赛了，因为整节是没有上来的一个情况。阿拉萨外线投射短。 知道陈孝荣的英文名字好像叫 Smile， 是。好，这回马枪交到了弟弟的手上。下半场2个3分喽。对。目前弟弟也拿下了19分了，跟艾弗摩是一样高的。龙鱼棒终于好抓到。其实看得出来，今天冠教练还是不论分数到多少，每一节还是有他不同的一个阵容的一个替换。哦，好，禁区的横挡啊，但是裁判抓了进攻犯规。嗯。 在卡位上面的动作比较大一些啊，刚好在裁判的面前给抓到了。攻势帮好，朱云豪进攻犯规。哇，这个从后面小朱这个后挡是有点被裁判抓到，在这个移动哦。政委的出手也没进，连续几波云豹蛮可惜的。 高吊球到禁区，莫里菲周围有3名防守球员，还是转身攻击篮筐。朱雨中收回给强森，好球！哎呀，可惜呀，阿拉萨没接好。是，其实阿拉萨他真的要作为一个洋将使用，是稍微会比较吃力一些啊。但是当外籍生来。 配用，我觉得是绝对够用的、啊。而且新竹的球迷要记得一点啊，因为如果真的阿尚哪一天他要回到 P 联盟的话，他的第一首选还是得回到新竹工程师的。是。Cousins 是不是这场比赛只签了半场合约？感觉下半场他好像在旁边蛮惬意的，还跟球迷比耶。嗯，感觉应该是今天是不会再出赛的啊。嗯 啊，蒋广天的球，哦，这个政委还是有经验一些啊。追踪，哦，小烈跳得很高。 中再拿到球，好球！在小烈面前就是要得分了。哇，小猪打到这个年纪还可以切入跟中距离跳投，真的是没有话说。他把小猪的名字交给朱云豪，他叫老猪了。以前我们都要叫小猪来单手侧灌的。哦，他很能跳。对。 他这个弹跳能力非常的好，朱雨中。看一下这球切入之后，哇，这个背后 pass 找到朱雨中的一个中距跳投啊。从 SBL 时期一直打到了现在的 T1，、应该是最早在醒吾大学技术学院到职业里面，目前还打最好啊，我认为算是醒吾目前成就最高的一个球员哦。 这个勾射虽然不是太漂亮、太好看了，但是2分最实在。对，这个球勾的是比较低哦。弟弟今天蛮多外线的投射，感觉有点在手里哦。今天没有任何一球是在往里面按下做强攻的。对，尤其有霍利菲在的时候，他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好，无意中的出，抱歉，这个是林信宽的出手没进。差距13分，还有8分多钟比赛结束，宋宇轩也差一点。这节的两队的可能也换上来是前几节或者在今年比赛比较少上场球员，那命中率是下滑的很快。哇，这背后传球传上瘾了，真是要把球要回来，不过也没投进。 哇，比较少看到霍利菲会做中距离的跳投哦。对，而且他的出手动作有点像天女散花。对，我可以感觉到这球绝对是神来一笔啊，连队友都觉得很惊喜啊。这投球动作还蛮特别，很像 NBA 以前的太阳队 Sean Marion 的一个跳投。我们看一下这球获利飞，是用推出去的，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我会投中距离。好，艾弗伯一回来就喊一个战术。 底角，嘉瑞，假动作之后带两步出手没有？政委突然间停下来，选择外线。哦，政委现在打到工程师的主场，完全是不想给小老弟一些面子哦。嘉瑞来禁区。 奥利菲，哦，这个转身又被政委拨掉，哦，会不会再来一颗呢？再投一个，哇，太兴奋了，太兴奋了，这个差距大了一点，是，这是云豹的哈林啊。I know you just made one. OK. Charles 教练说，我知道你刚刚投进一个。OK. 对，嗯，这个其实很正常啊。如果你在前一球投进，下一球在持球进攻的心就会比较强嘛。对。 艾弗伯交给机会更好的李佳瑞，别忘了我们有新竹 KD 啊，是在这个赛季戏称自己是新竹XD 的佳瑞啊，对，还是希望他可以慢慢的去加强自己对外线的一个出手的空档信心啊。 艾弗伯在等待队友的机会，哎，霍利飞，哇，跟政委两人撞在一块，政委当然是被弹开啊。艾弗伯一直在等待他的空切，不过现在看起来工程师今天可以上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有上来哦。嗯，那反而云豹这边看起来卢杰敏上个赛季打得不错，卢杰敏还没有上，那包含到两名中锋吴佩嘉跟刘元凯都还没有出席。 出赛的一个状况，工程师现在把刘光尚也换上了。嗯，艾福伯，哎，篮底下也刘光尚，哎，嗯，只捡到篮板没捡到分数。景宽，对，景伟险些遭到包夹。 转移的相当快，哎呦，又是拜天公，政委再来一个过井传球，转来转去，强森没进。哇，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啊，并不是24秒违例。哇，希望不要有人受伤啊。哇，流血了。哇，右边眼睛的下方。嗯。 眼角对，哇，希望是没事啊。这种比赛受伤，就是在例行赛的过程当中，大家比较担心的。来看一下霍利菲怎么受伤。哇，哎呦，这边还好，应该下来的时候，哇，强森的左手啊，直接敲在他的脸上。 不过确实，今天霍利菲在篮下从开赛开始就打得非常积极啊。表弟，你不要再闹了。表弟应该心想：哦，好险不是我，我明天要坐飞机哦，嘎仔哦。对啊。不过希望霍利菲这球真的是没事哦。是。表弟说：这也算我的吗？刚才感觉这个手肘是被手肘的拐子给打到，确实，所以希望感觉有可能是这个眼角这边有下方有裂开，对，因为那边比较脆弱。这个右眼的下方应该是被拐子敲到之后裂开，对。 希望不是眼球不要有受到大碍啊，不过应该眼角受伤。看起来眼睛还好。对，眼睛还好，是眼睛的下方被敲到。嗯。哦，不过霍利菲的脾气还算不错啊。没错，嗯，好友，政委也第一时间上去跟他致意。应该没有太严重，虽然有出血，因为如果太严重的话，光用这个卫生纸是止不住血的。嗯。 不可能在这个礼拜还要再重新登录回 Artino 吧？不过目前这个在霍利菲受伤下去的时候，可能接下来洋将的打法可能会持续往外围去做进攻哦，并不会有太多篮下的一些状况哦，因为现在目前分数是拉得比较开一些。强森第二球罚进。 他也一直在摸自己的眼睛，感觉他眼睛也痒痒的。好，还有5分47秒，整场比赛结束。艾福伯，轩的传球被拨出了界外。嗯。 哇，弟弟今天感觉也是稍微很保守啊，连这种卡位也是懒洋洋的、哦。金宽底线的传球再分，金伟有点犹豫，这一盘应该直接做出手对。威廉斯，哇，被弟弟盖锅。 高景伟直接投向篮筐，但是时间还是到点了。感觉今天当然因为台啤云豹队因为小安跟齐伟没有上场，所以两个本土可以进攻、持球进攻的火力也少了一些哦。没错，以齐伟一场比赛可以得10分，嗯啊，蒋玉安是14.8分，更是全队本土球员最高的。艾夫伯进去拉杆要到犯规。哇，这个完全没有当做交流赛在打哦。Cousins 啊，赛前行书也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说，他过去在 NBA 打球的时候呢，其实并不太习惯哦，连续练球3天。啊、那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在 NBA 呢，基本上你的赛程很多，没错，你不可能一个礼拜练了半天，练了4天只打一场比赛。其实，在职业比赛当中，一个礼拜基本上会有2到3场，那包含到主场跟客场的移动。那以我在 CBA 的经验，这客场移动之后也不会做太多团队或1对1的训练，更多是身体恢复跟重量的一些训练。那 台湾的职业联赛目前的2个联盟都一样，就是如果你是打主场的话，你可能是可以打2场。没错，奎哥说的没错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洋将到台湾没办法适应的就是一个礼拜要练5天球这个，而且一个礼拜5天球可能还有早中晚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后续的有一些外籍教练的加入，有慢慢去改变这些观念的。那我记得新北国安的 Ryan 教练是他不做 早上的一些训练，而是我把时间留给你，你要休息也可以，但你要做个人的一些训练跟重量训练也可以。其实职业球员讲求的是一个自主性。没错，这个是可能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观念上的差异。对，那像我们以前的，可能一个礼拜还要再去跑步个2、3天呢、啊。其实晨操5、6点之后，真的晚上都睡不饱了。对。 我们认为，哎，好像休息你就是在偷懒，但是国外更强调休息跟恢复的重要性。是，休息跟训练是一样重要。如果你一直在训练的话，其实你的身体是非常疲惫，而且很容易受伤。没错。哇！艾福伯扒了一个大锅，前面弟弟先得2分，然后刘光上，哎，这球没碰篮筐啊。是，哇，刘光上 再上来还是感觉到还没有抓到比赛节奏哦，很可惜。哇，现在艾福伯真的是这场比赛进攻以外，防守也是相当卖命哦。哦，连这种交流赛都要出来扛哦。好，比赛剩下3分半钟啊，目前云豹喊出了暂停，他们落后14分。 四节剩下最后的3分半钟，那这场比赛的比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表弟啊下半场他是看起来是完全不会上场。对，当然云豹这边今天用兵是比较受限了，有几位球员主力球员受伤，所以他们的使用人数是没有工程师来的这么样的多。对，在本土球员小安跟齐伟的受伤以外，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克罗马今天也没有上场，是在他们队中也是一个得分王。那今天用的比赛用球，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用巴斯利的一个用球，跟他们平常的一个习惯还是不太一样。是。好，刘光上、这个上篮也差一点啊，我今天一直没找到球感，对，很可惜啊。 张杰伟狠狠的一个 high five 给刘光上。今天 J 也做出了很多助攻的传球，但是队友都没把握住。周伯勋，后仰也没进。哇，这个是什么招数啊？差点走步啊！是杨生守在高景伟手上，左边威廉斯的3分球没碰篮筐。哦，这个传球也被断掉。哦。 高景伟3分线差一点，哦，下半场高景伟的出手的机会是有啊，但是今天的把握度并不是太好啊。张杰伟终于出手，但是短了。 哦，高景伟跟林信宽的合作，好球！今年真的感觉出来，云豹有特意的要去栽培到景伟跟信宽，在成为未来一个球队的一个进攻的主轴哦。因为包含到小安，其实应该合约也是今年要到期了。哦，刘元凯这时候要上来做替换哦。是。 其实今年刘元凯在做替补的一个中锋上面，其实还是打得蛮中规中矩的，还是偶有一些跟进的一些佳作。好，现在威廉斯也休息了。嗯。 3分线外的郑伟，我今天大胆出手。哇，郑伟今天真的回新竹，感觉出来他这个企图心完全不一样啊、哦。张杰伟的出手偏了。 郑伟现在要上课了吗？嘿嘿，曾伟这个转身出手没有，不过有哨音。嗯。补充云报，2号强身认犯规。现在落后大概7分哦。如果在这一波没有成功守住的话，对云豹队来说就会比较吃力一点了。 哎呦呦呦！哦，看一下这球。哦，两边都很拼了。嗯，虽然只剩下45秒，而且看起来好像比赛也有一些差距了。对，哎呦，刘仁凯，哦，超解哦。好。 最后再回到高景伟的手上，直接空中投进2分。哎，分数有5分的差距，我想应该也不会再做犯规的战术了，因为毕竟是这个交流的比赛。对。哎呦！哎呦！连续的误会啊！这个张杰伟，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了。对，还不够稳定。 有时候打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较离谱的失误。哇，好球！比赛还有变数啊，奎哥。啊，应该不会了吧？13秒。这个友谊赛应该两队的球员不会想打延长赛吧？哇，冠伦教练，对，这个眼神会让我害怕。对，他这个。 有把脸给绷起来，告诉自己的子弟兵说：“赢球球在你们，最后他妈这样子玩，他妈这样丢，对不对啊？年纪小的在干什么？赢球了，他妈1分钟给你们玩，你们他妈失误，然后不防守，你们在干嘛？”那我们今天呢，商品7折，还有 Artino 的周边商品也是7折，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另外呢，在1楼还有2楼都有红包抢的活动，那目前的大奖还没有抽出。 阿飞来传，比较不会失误。阿飞来传，然后完了以后，这一边是博勋，然后完了以后，这一边是结尾，这边是结尾，然后完了以后，这一边是阿广，这一边是广赏，可以吗 ？OK， 好，所以这一个人这样子穿，阿广这样穿，所以这一个人这样挡结尾。 好，这样挡那个，这样挡光上这样子进来，两个人把那个结尾拿出来，他接到球会，他会犯规罚球，所以没有的时候你要趴爆这边，然后所以光上就直接出去了，来go。再做一次结尾。对，你这克尔回来再放结尾挡，前场。看起来冠伦教练是生气了。对，我想冠伦教练这个。 结尾啊，绝对不是他希望的结尾啊，所以以后结尾不能够在每节的结尾上。哇，不过目前云豹还是可能会做一个大胆的抄球之后迅速的犯规哦。嗯，看一下能不能顺利的。哇，球要赶快发出来！哇，喊了一个球员的短暂是。好，工程师请求30秒短暂停。哦。 这真的不喊暂停，这个比赛真的还有变数，真的。好，再来。阿飞发，国军，拿回来以后，1、2、3，这样站可以吗？所以第一个人这样走。 可以吗？第一个人这样走，第一个人这样走完以后，你 screen 他，他直接出来，这边接到，所以这一回这边，这一回这边。好，不过再喊这个短暂停时，冠伦教练的脸色已经改变，变得比较活泼一点，对，可能还是用简单一点的战术去接到球比较实在哦。好，交给张杰伟。哎呦，发生失误啦！真的哦，这个到底是好的结尾还是不好的结尾啊？哦，不过8.7秒，云豹还有暂停的机会吗？哦，这交流赛今天会打到这个最后一个时间来分出胜负，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啊。是，哇，这时候表弟会不会上来、啊？表弟直接冲到记录台那边，因为一开始换刘元凯上来了。是，表弟说，没有说我要上。好，他刚冲上来，我们以为他要上来换人了。对，但是看起来他对胜负也是蛮在意的，虽然在下面已经轻松了半天。对。 Can we take it in the front court? Hey. Wow. 表弟真的现在很可爱，笑得跟孩子一样啊。没错，尽可能的博得全场观众的这个好感。对，刚刚最后有一个假动作想上去换人，原来在板凳席也可以做假动作。 Mouse, if you're open, you can also shoot it. Okay, here we go. Wait, let's go. 即使在旁边的鼓励场上的队友，即将上场的队友，我觉得也是一剂强心针啊。虽然自己不能上，对，目前从第三节就没有上场的表弟，现在第四节化身吃瓜群众啊，吃瓜群众，看谁。 充当表哥啊，把这场比赛能否扳平？现在落后3分。好，高景伟找右边的队友林信宽，这边被堵到了。对，跌跌撞撞，剩下最后1秒钟。哎呀，这个出手偏了，时间也到了。哦，所以最后双方是以3分的差距分出了胜负啊。哦，蛮可惜的。 相当可惜啊！可惜信宽在做这一球的战术，这道球脚底是滑了一下，最后在回给景伟的时候，要出手已经没有很好的一个机会了。哦，好，第四节工程师单节只拿了11分了，所以让云豹看到了一丝曙光，看到一丝曙光。那今天表弟当然在上半场呢，也算是有给现场啊竹北的球迷一些响应了。然后在赛后呢。 他更询问一下霍利菲的伤势。对，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大家其实有点打破我们在看 NBA 对他的印象哦。其实看得出来他跟队友跟对手其实都是做得相当融洽的。没错，在赛后呢，两边的球员算是一团和气，跟克拉两个人也是相互稍微拥抱致意一下。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每一位选手，以及呢所有的来到了体育馆的所有的朋友。好，那这场比赛结束。好，我们在场边要访问到的是工程师的总经理树人。啊，奎哥，哎，树人听得到我们哈？哎，听得到，奎哥。哇，这场比赛也算是别开生面了，在例行赛期间安排了这样的一场这个大师风云赛，而且是跨联盟的比赛。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就是抓住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有 NBA 球员 DeMarcus Cousins， 他刚好就是1月份在台湾打球。那刚好我们在过年前，工程师过年前也没有主场了，所以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么好看的球赛带给新竹的球迷朋友。是，这个计划酝酿了多久啊？ 这个计划其实 Cousins 他确定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直在做洽谈，然后所以在他其实来台湾之前，我们就已经有确定了。那他今天在出赛之前，你们就知道他只打上半场吗？其实不知道，但是知道他会蛮认真打的。那确实上半场他也打得蛮认真、蛮精彩的。是。那不过今天呢，其实，在霍利菲受伤的时候，我们心有稍微揪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当时也担心了一下，因为毕竟这不是 Plus League 的例行赛，但是球员似乎这个受伤。 他的伤势怎么样啊？他其实现在就他现在比赛后就要立刻去医院去做缝针，对他的下眼睑这边是有破皮，一定要缝的。不过霍利菲他刚刚受伤完之后，还是马上跟郭然说他还要继续打，所以他其实奋战精神是蛮足够的。应该不会影响太大了哈，就是眼角的下方有点被划到。对，因为眼睛是比较脆弱的地方嘛，有可能会大概休息个几天，但就是待会缝针完之后我们会再观察。OK。 那今天哦，进场的球迷朋友将近5500人了，有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季中的跨联盟比赛会受到球迷这么大的一个欢迎呢？其实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超过5000人的球迷进来，那真的也非常非常感谢新竹所有在地的球迷支持工程师，也来看这么精彩的比赛。那球迷呢开始对于两联盟的接下来的合作有更多的想法。站在工程师这边，你们未来会有想要做什么样的计划吗？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师赛哦，其实在过去哦，就是开季之前你们一直都有在办，是。 当然，我觉得以工程师的角度，我们会希望跟越多的球队去做交流，对我们是越好的。我们不仅是在 P League 里面，我们希望打出好成绩。那其实我们跟国外的球队，或是其实跟跨联盟交流，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但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把台湾篮球做得更好。好，非常谢谢素人接受我们的赛后访问，谢谢，谢谢奎哥。 好的，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我看艾夫伯这边呢，还是持续的被球迷朋友包围啊。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回到竹北体育馆这场比赛，工程师以3分差击败了云豹。哎，赵典，林赵典去买单啊！ 寻找下一代龙的传人，不管你身在何处忙着，过年都该回家了。还记得阿妈做的菜。在这场大师风云赛之后呢，我们要再回到 Plus League 的比赛呢。明天在星期三和平篮球馆晚上的7点钟，由富邦勇士来面对梦想家。 勇士跟梦想家这周都赛程相当的辛苦啊，因为两队除了礼拜三的比赛之外，星期六跟星期天各自有2场的背靠背的主场，所以他们两队本周都打3场。没错，尤其在对富邦勇士来说，现在人员比较短少的情况之下，在年前大家都希望博得好彩头啊，那也要考虑到许教练在这周会不会端出什么不一样的菜了。对，然后新北国王呢，明天要在首尔去打客场东超的比赛，所以。 这周有相当多的篮球赛可以带给大家。不过，就像刚才工程师的总经理素人所说的，其实大家很多的作为呢，都是希望台湾的篮球更好，有更多的球迷可以看到高水准的比赛。没错，我认为在这个礼拜来说，对球迷来说是幸福的、啊，尤其今天是礼拜2的赛事，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但今天其实到现场看的人也是蛮多的。嗯哼，好的，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精彩的球赛带给大家。在和平篮球馆再会，拜拜。再比出一个失状，好不好？